大家好啊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那我现在呢是在福建省厦门市鼓浪屿风景区这里，我现在已经在鼓浪屿上面了。啊，今天是2023年1月1号元旦节啊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元旦快乐。本期视频呢依旧是没什么目的地，没有什么目的性的，那就是步行厦门鼓浪屿。那我现在呢是在这个龙头路上面，那今天的最高气温呢是18度，最低气温是13度，那天气也比较宜人，天气比较宜人，冷也不会太冷。那现在呢现在呢是18点56分，今天是周日，那我们步行鼓浪屿现在开始。先走龙头路，我把我的三脚架给拿下来吧，因为这个太，怎么说呢，太招摇撞，就感觉太招摇撞骗了，就那种拿一个三脚架这样子，让人太惹眼了。这里是蜡像馆，我们现在走的这条路呢是龙头路。我还是把口罩给戴起来吧，虽然现在大家都所谓的都放开了，所谓的放开了，但是，还是没有好。看看这什么。特殊时期营业时间早上11点到8点，特殊时期啊，那怎么会是特殊时期呢？不是全部都放开了吗？开始关。政府好像要说放开呢，大家是自然而然的保护起自己了。这比我之前来的，就是差不多前10多天吧，将近15天了，来了有人多了。现在是18点59，就是下午的七点钟。这顺风树荫，起码都开起来了。之前那些全部都没开起来，毕竟今天是元旦嘛，是吧？这是酒吧。
我们走的这条路呢，是龙头路。这是那个菜市场，我在门口，我从来都没有进去过，但是在门口拍一下，我从来就没有进去过。今天的人手算是比较多了，之前很惨淡。那不行就自己走着。走到福州路了。没有，来这边坐。酸辣粉烧、炒面、海鲜面、牛肉面，有烤鱿鱼、烤鱿鱼面。来一边坐，这是外面坐来的。炒饭、炒面、蟹来、烧烤面。多多少少有一点恢复，不至于那么萧条。之前是真的是萧条的，不过今天是元旦呐、开始了。那你是最热闹的。是往右边走，从右边就在哪走了。我们现在走不用走，他是导游来的，导游给的钱。这边我不给了。这条也叫龙头路。
不行。这里有个照相馆。中华路57号，中华路。前走，别走了，直接把我搬走。兄弟。这些都是老建筑，那些没有亮灯的，都是老建筑。岛上面呢，岛上面呢是没有电动车，没有公交车，没有，只有11路。所以说最好方最好用的方法就是拖东西，这个是拖东西，全部都是靠双腿走。岛上面就全部都是用靠双腿走。这里有点，这两边弄得紧紧的，有点像那个，像什么？像那个，如果没有来鼓浪屿的话，有一个地方肯定大家也会去，叫做曾厝垵，它也是两边弄得很紧。然后人一多的话，这个人挤人，人挨人，这个很有那种感觉。那我们这个龙头路也稍微走了一下，这里也其实这边也是那个是做餐饮的，岛上面大部分都是做餐饮的。人流恢复了30%吧，人流恢复了30%，两三成，人流恢复了两三成。你看这个帽子，哎呀，长头发。几百米，三百块。带吗？留点。不是那个啥，你现在是解放军的挂吗？上面翅膀。行。你看那老师。
龙头路。方向走错了，傻子们。是学生吗？有啊，是学生，是学生。咦，没什么。哇，还有人在这。哦。现在的话，看他们在小米上面。你公交车在哪里？那在那边，没记错了吧？这边真的。瞎说的。看着也不像吧。去哪儿？你们去哪儿？啊？你们去哪儿？我们在找肯德基。肯德基，这个拐过去。啊。在那个龙头路渡口，在这里。哦，谢谢。嗯。龙头路离我们酒店。就是那这边拐。嗯，好，谢谢。我好像没开，好像是。好像你看一下，我刚才好像他说到六点。哦，有，你看 ，KFC。肯德基好像是在那，你看一下吧。反正没看。嗯。谢谢。啊。又绕回了这里那个蜡像馆了，又绕回了这里蜡像馆。那本期的视频那就是逛一下这个，今天不是2023年1月1号嘛，元旦节，那逛一下那个我们鼓浪屿的这个风景区的街景，逛一下街景。那感谢大家的支持，那
啊，也祝愿大家新的一年里有新的开始，也新的开始，能在这一年内，就是二年过了饿了不得，那些二年过了不太顺利的，把它饿了全饿回去，饿走吧，二三年就开始吧。那我们一切从，比如我的意思就是说，好运呢，一切重新再来吧。那感谢大家的支持，那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。如果大家有什么想看或想说的话，也可以在我视频下方留言。那我能做到呢，我尽量去做。如果大家还有余力的话，可以加我微信或支付宝，给我一点资助与帮忙。那谢谢大家。那我们本期就到此为止。漫步，鼓浪屿。漫步鼓浪屿。那我们，那我们就回去了。就是啊，那我们就回去了。那，去，回，那我们登船回去了。乘客朋友们，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，请您全程佩戴好口罩，看好是安全距离。你好，我怎么过不去啊？换一台机子试一下。好，换一台机子过来。月卡的。卡有带吗？我只有身份证。身份证哪块？哦，对，身份证还没呢。请步行。下次还需要这样子吗？对，您刷的次数比较少，还是需要拿中间来刷的。好。回头看一下，那个是世贸海峡大厦。很亮啊。其实在视频里面肯定感觉不出来，但是在现实中感觉到很漂亮。就是说也不是说比较梦幻啊，也不是说漂亮，就是比较梦幻。我看这个是什么时候的了？哟，1月1号，这个确实是有换，这个是确实是有换。起码这里。我们以前学校里面这上面的东西，报纸，我估计换了之后，这个报纸都发黄了，都没能换。
服务。乘客朋友们，请您全程佩戴好口罩，自觉与他人保持一米以上距离。对，都是你说都是海上花园吗？共人心的英雄，是一尊天，是梅花沙滩的。祝大家把奇迹一生与你的梦想变为一样。是大白象。更乘客请注意，本航班开启时，请不要靠近黄色区域，特别是头、手、脚、侧带和颈部上，以免被刮伤。与银同行乘地铁，请欢迎您乘坐厦门轮渡有限公司渡船，车门将开启，门边乘客请注意安全。登船乘客请看好脚下，请看好船头与码头之间缝隙，请当脚下踩空。口罩请您全程规范佩戴好。我喜欢在楼上去。哎呀，这身体不是太好，还是在里面吧。算了，我到外面去给大家拍一下吧。有点凉。风还是凉飕飕的。
凉飕飕的风。请您从行程里遵行，欢迎您乘坐香港国际航空公司路船，本船开往的杜兰头，请大家随身携带佩戴口罩，乘船时请。离开鼓浪屿，正面是鼓浪屿，这边风好像比较大。哇，风好大，还挺凉。厦门的最好的夜景就在这里了。最漂亮的夜景就在这边了。好凉啊，我们这辆船过去，他这辆船过来。这里是第一码头，我们看这栋叫第一码头。哇，我现在风把我吹得有点木讷，有点反应不过来。回头看一下，真的，厦门最漂亮的就是这里，陆江道这边，就是。夜景最漂亮的就是陆江道。
这侧的楼梯口人比较少，二楼的乘客可先往此处下船。乘客朋友们请注意，现在船舶即将到达码头，船门吹起时请不要把头手脚放在船门上，谨防夹伤。请照看好您身边的老人和小孩。下船时请注意码头与船舶之间的空隙，谨防脚下踩空，请有序下船。那本期的视频就到此为止。这一段呢是那个坐船坐回来的这一段，我就不那个另起一段了，就是另起一个章节了，和闲逛那个漫步于鼓浪屿是同一系列的，同一段落。那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。如果大家还有什么想看或想说的话，也可以在我视频下方留言，我能做到了我尽量去做。那如果大家还有余力的话，可以加我微信或支付宝，给我一点资助与帮忙，谢谢大家。那我现在在福建省厦门市市民区轮渡邮局这边。今天是2022年的1月1号，今天是元旦节，首先祝大家元旦快乐。今天现在是19:40，那本期视频到此为止，那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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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